Hello，大家好，我是启聪。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就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昨天罗斯曼呢正式被判罪名成立啊，要坐牢10年，罚款10亿啊。然后现在罗斯曼也正式上诉了，我都说了，他最少还有2站可以去，所以呢，你要等到他尘埃落定，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肯定是大选过后啊。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看下一次大选到底国政会不会胜，国政会胜的话，你知道了啊，OK。好，所以呢，基本上呢，罗斯妈的案件我也不没有什么想去看啊，结果还没有到啦，而且结果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啊，人民不乐观，不是罗斯妈不乐观，罗斯妈很乐观啊。OK，好，我就讲回去了，在罗斯妈的这个案件呢，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呢，有一段录音非常清楚的记录了罗斯妈的声音，就是罗斯妈跟纳吉讲了一句话，就是 "Can I advise you something？" 就是。华文就是呢，我能够建议你，还是劝告你一些东西吗？就是呢，摆明的她要干涉她老公的政务，就是要用她自己老婆的影响力影响这个纳吉做某些政策的决定。然后呢，这一段录音呢被录起来了变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OK，今天我这个视频呢。我的命题就是呢，政治人物的配偶能不能 advise 这个政治人物 something 呢？OK，给大家想一下，可以不可以？我直接跟你讲，答案是不可以。怎样说不可以呢？你要知道，我们所谓的政治人物，他为什么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政治人物呢，是因为呢，他有公权力在手上。他有什么公权力在手上啊？政治人物有很多种，最基本的那种就是他起码是一个议员，OK，可能是州议员，可能是国会议员啊。那请问一下，这个州议员跟国会议员的身份是谁给他的？是人民给他的，人民在选举中的时候投票给他，然后他最高票当选，他就当选，就坐上了这个州议员、国会议员啊。但是你要知道嘞，人民。投票选的是这一个州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并不是投他老婆嘞，人民是选这个人做人民大议士，跟他老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嘞，所以呢，一旦这个议员呢，他有了公权力在手上的时候呢，你说他老婆或者是他老公配偶能不能够干涉他的政务？当然是不能，因为这个公权力是人民交给这个议员的手上，没有交给他老婆，他老婆是没有任何的公权力，也没有任何可以干涉他公权力的权利，所以你明白吗？所以是答案是非常肯定的，政治人物的配偶呢是不能够干涉这个政治人物的政策的决定，所以呢。他的配偶是不能 advise you something，绝对不能，所以今天 Losma 呢，他会犯的这个东西呢，所以是非常摆明的，他是真的犯法了，所以呢，我们以 Losma 为一个例子啦，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点，就是在接下来所有的政治人物的配偶都不能够advise。这个政治人物 something 当然，你真的想要 advise 他 something 的话，你晚上关起房门来，自己偷偷摸摸讲就好啦。但是你不要光明正大在别人的面前讲，甚至给人家录下音，当然是不可以啦，因为你没有这个权利吗？如果你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关起房门，你要讲什么是你的事啦。所以。明白吗？这一点呢，我们要抓得很清楚，就是政治人物的配偶呢，是绝对不能干涉政治人物的政策决定，因为人民给那这个选票是给这一个政治人物，而没有给他老婆。然后呢，之后呢，这个人做了议员了过后呢，可能他被分配到什么官职行政议员也好，部长也好，这个官职也是这个议员。自己担当的跟他老婆没有关系，所以他老婆是没有任何公权力在手了，OK，好，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讲一些我个人所遇过的趣事啦，就是呢，我曾经遇过一个 YB 夫人，还记得我以前我讲过一个关于这个旅行团这些议员旅行团的那个视频吗？
我里面有提过一个 YB 夫人啊，她曾经向我炫耀，她啊就跟着 YB 一个旅行团，一个豪华旅行团去到英国那边玩，然后呢，她向我炫耀，她吃了一个75块英镑的汉堡包，然后她住了500多块英镑的酒店，哇，OK， 好，就是同一位 YB 夫人。这位 YB 夫人呢，年纪是蛮大一下啦啊，而且呢，她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她的老公呢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她的老公本来只是一个政治素人罢了啊，平生跟政治政党完全没有关系的啊，他只是地方上个 NGO 的主席罢了啊，是机缘巧合之下啊，真的是呢一万年都没有遇过一次这样的机会，就是呢。那时候呢，啊，马华要派出的候选人啊，不合巫统的意，巫统呢100%要换掉这个候选人，然后呢，这个马华呢又不肯让步，到最后呢，巫统啊自己随便在地方上选一个候选人放下去，啊，结果你就是候选人了，然后到最后马华也不敢吭声，啊，就是这样的故事咯，所以呢。是临时随随便便选一个人出来做的，所以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啊，这位 YB 夫人也无端端的一夜之间变成了 YB 夫人，所以就有一点一朝得志语无伦次了 ，OK， 啊，然后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他炫耀汉堡包跟酒店的事情了，啊，然后他平时呢，啊，在地方上的气焰啊，也非常的强势一下了啊，因为。她在她老公面前，她是非常强势的。怎样强势呢？就是呢，无论在任何公开场合啊，她讲话都比她老公大声的那种，啊，而且是高谈阔论的那种啊，好像啊，千军万马尽在我手上掌握的那种，啊，大家看到她都是在那边，表面是笑了，后面是摇头了啊。OK， 即使是当地的巫统啊，在后面骂她什么了嘛，在骂她是当地的老师嘛。OK， 所以呢，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实的例子来了，就是呢，当你一个政治人物的配偶太过高调，太过爱出风头，甚至呢讲话比你老公更加大声的时候，旁边的人呢是很看不顺眼的。旁边人看不顺眼呢，其实道理也是我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政治人物的配偶本来就不应该干涉你政治人物的公权力，但是你越界了。啊，你越界了，本就是一个不应该的事情，啊，别人看了是很不舒服，然后别人也知道你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啊，所以呢，类似这样的例子呢，啊，罗斯玛也是，啊，所以从今往后呢，所有的政治人物呢，请管好你们的配偶，啊，你们的配偶呢是没有权利干涉你们的政治决定了，啊，就好像你们知道了，有一条law就是呢。所有那些政治人物要参选这个议员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确保自己的身份是独立的。怎样说自己身份是独立的，就是呢，他不能够是有任何受刑的工作，就是呢，他不能是一个受刑人士，就是我帮谁打工，然后我每个月拿一个固定的薪水，不可以。他必须要辞职，他必须要维持自己一个独立的身份才可以去参选。为什么啊？因为就要确保你这个人，你这个候选人，你仅仅只是代表你自己罢了，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在后面支配你、操纵你，啊，所以你必须要确保你是独立的身份，你没有接受任何人的薪水。如果我允许你接受任何人的薪水帮人家打工的话，这样你的老板是不是可以用你的薪水来操控你，啊，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傀儡，啊，所以不可以。啊，这条路就是为了要确保候选人足够独立的身份，啊，所以一样的道理，你认为法律必须要允许你这位候选人的老婆有这个权利来操纵你吗？当然是不可以了，因为这个候选人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希望你们今天可以多知道一些了。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